欢迎收睇《时代足球总会》辉煌33联赛 Monster 对马鞍青联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着住63嘅咧就系马鞍青联啦，而 Monster 就着住灰白色衫啊。呢边见到 Monster 嘅攻势，分过左边，指一指队友跑位，决定自己嚟个远射，以为佢想传，点知佢即刻放脚拦箭啊！中目标嘅，但系对面门将马鞍青联咧就将佢扑出啦。之后呢边继续都系左路攻势嚟自 Monster 嘅，一路自己推，前面未有63埋嚟拍嘅。都是嚟腳遠射，今次咧就射翻個近處位置，都是過不到馬鞍青聯門將嗰一關。呢邊今次馬鞍青聯拍甩咗 Monster 嘅波，做個反擊啊！右邊前面都有隊友嘅，壓一壓左腳射埋去，今次咧就到對面門將做場好戲啦，將個波封翻走啊！繼續馬鞍青聯回翻後少少。再入禁區裏面大力了少少啊！咁啊，對面門將手錘將個波打出底線。咁啊，上半場咧雙方打成0-0平手，下半場咧睇下局勢發展成點樣啦。呢邊見到馬青聯嘅控球回翻埋中間先，再分去前邊傳埋入去。去到小禁區頂的位置嚟腳施射咧，就過不到對面門將。今場波直至到而家咧，雙方門將發揮都幾出色啊！睇呢個罰球點樣啦，開地方埋去，再打個後揸，成功破網啦！馬青聯打開紀錄，領先1-0。入波嘅咧就係姚學文啊！呢球配合做得好好啦，一個地波傳俾姚學文，打個後揸，隊友即刻前鋒直著啦，佢先阻咗個波。馬鞍青聯咧就成功將個波送入黃門裏邊，領先一球嘅馬鞍青聯，傳上去，對手埋到嚟拍啦，打翻中間少少，再吸一吸，李德遠射埋去，2-0啦。呢腳相當冷靜啦，見到對手埋嚟拍都唔驚嘅，有兩次。呢度啦，俾到梁子健。嚟到佢對手嚟到啦，即刻吸一吸，去翻右腳位，再射埋去，幫馬鞍青聯拉開到兩球嘅優勢。繼續見到都係馬鞍青聯嘅攻勢喎。呢邊分俾隊友，傳到底線，角度有啲窄啊！呢球應該想傳翻出去中間位置，但係又俾對手封咗位啊！之後呢邊高波放落嚟，有攞到嘅。今晚右邊有人中間走㗎，會唔會傳啊？自己推一推，決定自己射，射翻遠處3-0。入波嘅又係佢，姚學文。呢度咧隊友攞落嚟，攞多咗兩腳嘅，之後分到俾姚學文，以為佢想斬中間㗎啦，忍下忍下，去到 K 個位自己抽埋去，拉開到3球嘅差距啦。之後呢邊會唔會做個撞牆？撞得翻嘅，但位置唔太好。打俾隊友再射埋去嘅時候咧，俾摩神門將個波撲出啦。之後呢邊繼續都係馬鞍青聯嘅攻勢啊！回翻後少少，又嚟個遠射埋去，呢球就未能夠命中目標啊！我壞咗兩次喎，係啦。呢邊見到摩神嘅攻勢。拖慢少少，等隊友上，仲未見嘅，而家見到啦，俾一俾隊友控一控，再射埋去，追翻一球先，要交接近紀錄1-3。入波嚟自彭家順啦，今次都幾有耐性嘅，等到彭家順走到上嚟，再傳俾佢，一控一射，好流暢嘅，將個波送入龍門裏面。呢邊馬鞍青聯點樣做呢？加速推過，再抽埋去，唔中籠啊！呢球咁啊，射完呢球之後咧，球證都吹完場啦，最後馬鞍青聯贏3-1。我依個招牌已經有